是刚刚的和尚，那113年7月13日，送了，那7点20分，我还是22次哦。对嘛，在江华镇啊，台东超市之站，3点40，2点没多。3068元，稻城绿色太平洋第三号。听说专列很多人哦。就刚才谈吗？对。还蛮多。啊，那今年应该有望了，很多人去追。但正常讲又不会那么多。蛮多人扎的了。我是说没比那个蓝皮甲那个还多。哎，蓝皮甲那个是整个满山满谷都人，姐姐，整个那个，对啊，那一块区都人。大家也会腻啊，各位姐姐，你会腻吗？真的，你要开车了。今天28新能机三号，在双站怎么跟别人说？21分。我这样要跑。搞不好真的有人。大哥，大哥他也不开心啊。他每次都跟我讲说，你看那个烟又那样，一点点的烟没有烟，你干嘛去？你要不就放在冬天，冬天那个烟才叫好看哦，你懂吗？蒸汽火车要冬天啊，那个冷热那个、啊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。那个才烟才会大啊，你夏天热是那个烟。冬天不是也有？啊？之前不是有过冬天吗？那就那一年啊，那一年我觉得很开心啊，那个是第7668，代打。对啊，那一年啊，对啊，但那一年的烟就很好看啊，所以后面都是夏天。对啊，反正就是夏天啊，那没有改啊，从来都没有改过。那为什么会有